要对柯文哲有信心，好不好？没有嘛，不用对我有信心，不用对你有信心，是对台北市公务员有信心。对，柯文哲就是在最终回针对金华城容积率种种争议做出回应，从560到840。400亿耶，连监察院都有重大维持。他560乘30%的是买的，对，容积移转。我记得他应该买，应该价格他说比一般信义区的还贵。容积率增加，于法有据，拍板定案也不是柯市长说了算。交办增加容积奖励，什么叫交办增加？我是转售，不是交办。交办是说，给他容积率20%的，问题是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啊，那个都委会合一致啊。针对游淑慧说的关键会议，柯文哲反呛根本是乌龙爆料。你关键会议，你官方委员75%全部缺席。他是搞不清楚，他说比较没有来出席是另外一个会议，不是这个核定容积率的是都市计划委员会。你不要以为真的议员做好几届，他连都市计划委员会跟都市设计及审议委员会这两个是不同的机关，他都知道。还有，时间点也是地沟倒菜刀。他是更好笑，美宏大选连。柯市府都通过关键容积，台湾每2年就一次选举了。那干脆市政府不要做事好了。对啊，每年都有选举都快到了。骂蓝也批绿，柯文哲自录影片做回应，不让市长任内三大案成了2028总统绊脚石。进行。